放心，我知道你很不舒服，你就在哭哭。可是呢，等一下虫虫就不见了。我们今天在山上看到一窝小狗，嗨，不是被遗弃的吗？对呀、啊，真的假的？有人给你们吃饭吗？嘿，没有人养你们，你觉得这是被遗弃吗？不然他妈应该在这儿吧？那你们不就很饿？把它带走吧。我们现在要把这一箱小狗运下山，用脚踏车。我们觉得它一定是被遗弃了，可是才刚遗弃，所以小狗们看起来都很健康，很健康，只是身上有一点跳蚤。我们现在把它带回民宿，然后接下来处理方式就是我们会联络那个宠物医院，然后我们就要带它去宠物医院，然后去宠物医院之后就是先看看怎么样，因为他们身上有些虫虫，然后接下来不知道是要让大家认养还是暂时怎么处理，但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行程要跑，我们就再看怎么办。狗狗来看宠物医生，然后医生说他们非常的健康，然后整个体态都非常好，胖嘟嘟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已经两个月了，只要看牙齿就可以分辨狗狗的年龄，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吃饲料，就是将狗狗的饲料泡软之后就可以喂食他们，因为他们也该要断奶了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是买了这个点的药，因为这个药呢点了之后就可以让他们驱虫虫，而且据说效果非常好，几个小时就见效了啦！狗狗跟虫虫说拜拜啦！你看，耶、yeah, ，这个药。不便宜的啦，很贵的，但是点一个要驱虫的效果一个月，所以我们先帮他点。哎，这个不行啦，不能当狗狗的爸爸啦，太笨了啦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帮狗狗们点药了。你要先抓一只来点吗？我要这一只，很帅。你过来，我来点点药，点药药喽。哎，你不乖，这里嘛啊，脖子哈，点点点，成功。OK。好，换你的，你是小黑对不对？好，那就这一个吧。一个，这个好。他很乖哎。很乖啊。哎，别跑，别跑。你要记得你自己点哪一只，不要重复点到了哦。就像是喂双胞胎吃饭，然后不小心同一个喂两只。那你打妹哦，等一下就给你们吃中餐了呢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换你了。你这一只啊，还没抽过。这一只有多乖啊，你呀、啊，怎么那么乖啊？哎、欸，他超乖的，你都不会动。因为他是我们家卡诺。你好乖，太乖了你！哎呦，你看，乖乖，好。好了，现在是哪三只？这个、这个跟这个、这个跟这一只，还这两只还没点。好 ，OK。好，等一下我点。我看一下你的脸，你小可爱，你点过了，可以认脸，因为他们两只白色长的脸不一样。放心，我知道你很不舒服，你就在哭哭。可是呢，等一下虫虫就不见了。就是吧。跟他的脸。无奈，无奈哈。好了，那现在带他们去吃中餐喽。好吗？吃中餐喽。好 ，Go Go， 加班哦 ，Go Go。下午就有抛出，请大家就是如果有想要养狗狗的人，可以来领养的讯息。嗯，大家反应非常热烈，我们全部都被领养走了。没错，希望这些狗狗真的找到这些很棒很棒的主人。我们今天就会陆续把狗狗就都抱给他们新的家人，然后相信他们未来一定会过得更好。没错。
前两天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先把狗狗安置在这一个宠物旅馆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接它。那前几天已经有许多就是领养狗狗的人来这里把狗狗接走了。那现在剩下两只，一只是 Eric 的狗狗，然后另外一只是我们在台南约了另外一个领养的朋友要在台南见面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把狗狗从屏东再去台南。你好，我们来领狗狗。Hello。哎，狗狗。看到我们都好高兴。你认不认识我？他这么黏你耶，你认不认识我啊？可能认识吧，才会那么嗨吧。因为你们这边是有跟那个流浪宝动保协会对合作，好有跟那个县政府的动保收容所啊，嗯，狗狗有狗狗流浪狗收养这样，好有爱心哦。那你这样子做已经几年了？二十几年，快三十年。真的佩服你们的爱心哎，因为我们捡到之后才开始有接触这一类的东西，然后才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缘分啊。对，真的，你没有碰到这样，你无法去理解说，哎呦，原来外面很多流浪狗真的很可怜。你只要我摸它是不是 啊？你看，用手一直这样。看它用手，对呀、啊。过来，再过来。这一只已经十几岁了呢，在这里住十几年了。你还有鼻孔哎，你。它很好玩。它有黑色鼻孔，对。但是它超亲人的。你看，它直接拍我的背。这样，哎，看一下，这样吗？咪咪啊，咪咪，咪咪。妮妮，你直接主动出击哦！他的故事。小拉拉新的主人，你们要好好爱护狗狗哟！来，放狗狗给他们。来，你就擦屁股，擦着对。耶、yeah! ！好。你好幸福哦。好的。好。那就拜拜，狗狗拜拜。